12-9.对于陈红来说呢，蛮以为李宗伟这个球处理起来相当的困难了，不可能这个就过来，对、啊，将近贴到地面了，对，把这球勾了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斜线，这也充分体现出啊李宗伟的那种技术非常全面的一种特点。现在作为陈红来说，还是不要跟着李宗伟的节奏来打，对，现在李宗伟这个用这个长短结合，然后再采取进攻突击，这么这一分球呢，应当说陈红呢，我还是顶住了。本来是从局面上来说呢，显得有些被动的。现在作为陈红来说呢，还是要用自己的这个落点的变化，对，控制住李宗伟，对，不给李宗伟这样的机会。表现都是被动的，对，这球全都是打在李宗伟的拍子上。对于陈红来说呢，在接下来这几分球呢，应该采取一些变数。14-10，好的，一个斜线的大对角的一个抽球。从速度上来说呢，今天陈红确实是比不上李宗伟。对，李宗伟一上来，他的速度就已经压倒陈红了。好的，现在的形势呢，比赛到了中段呢，应当说还是不错。陈红呢把比分追胜还剩两分，对，12-14。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一个是陈红要把握好自己的这个节奏，第二呢减少自己的失误。对。现在在第二局的比赛里面，李宗伟的失误也明显增多。13-14。因为陈红呢毕竟不是林丹的那种打法，像林丹的那种打法呢，林丹呢是属于那种突击型的一名选手，进攻能力非常强。那么林丹与李宗伟打起来呢，那李宗伟呢是显得他的攻击能力比较弱啊。对于陈红来说呢，他应该采取一些变数。这个球呢，这个球到底是出界还是在界内？这个球是好球，判了一个界内。15-13。即便是想到了，恐怕这个对李宗伟也没办法了，他已经是跑到右边去了。不过对于李宗伟来说，这个球抹的也是太正，正好是陈红的拍子上，他没办法，必须抓时间了。如果要是他再考虑到这一点的话呢，考虑到落点的话呢，这个球已经是下网了。对，两个人的对攻。速度也非常快，对。16-14。确实，陈红要想在李宗伟的身上拿到一分呢，就相当的不容易。这个比赛李宗伟是21-9胜。现在是16-14。又是西出界了，出界。
连续两个网前的失误。在这么关键的时候，这两个网前的失误也是让陈红，让李宗伟呢也是显得非常的轻松啊，又得分。中路一个追身，左中右，今天这个李宗伟的线路非常的清晰，嗯，而且是角度落点都非常的刁钻。看来陈红的失误还是太多，现在比赛呢是来到了一个赛点，20-14。相差五分的分差。在后面呢，分差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这样以0-2输给了李宗伟，李宗伟获得了2007年菲律宾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冠军。在男子单打的颁奖仪式，那么获得男单冠军的呢是李宗伟，亚军的是陈红。陈红呢应当说在这次菲律宾羽毛球公开赛当中整个的这个表现呢应当说还是相当突出的，对，不愧为这个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身份，而且他是本次比赛的头号选手，对，但是在刚刚结束一场比赛中他的表现也是显得不尽人意，感觉很快就丢掉了这场比赛，获得了亚军。拿陈红的话来说呢，他现在的心态是非常的平稳，因为他目前呢是以个人的名义参赛，他现在呢主要是以什么享受比赛作为他的主要目标。冠军呢是李宗伟，来自马来西亚的名将，世界排名第三。那这次菲律宾羽毛球公开赛的总奖金呢是12万美元。这是李宗伟呢继一名羽毛球公开赛以后第二，在今年以来的第二个冠军奖杯。李宗伟的奖金呢比亚军呢多一倍啊，9600。实力还是相当的，但是这场比赛来看呢，陈红呢是还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平。遗憾呢是拿到了亚军。